来，七龙珠出发。小画一下，对啊，会画的再进来，会画的再进来。这个简单。头发是长这样的。头发是金色的，脸是这个颜色的，好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吧。这个要 BP 了，没有时间。哦，不是，我没有时间修那个细节了啦。OK 吧，对的人还是不少啊。好烂哦，丁义。啊，不是我这，你真的不会七龙珠哦？他每个都长一样的吧？什么每个都长一样？好，悟饭就是脸上有叉叉。他应该还有一根呆毛，哎、欸，你还不画哦？不画就踢出去了。真的？首选艾希好了。关系。哦。哦，其实画的还不错哎、欸，我他其实画的还不错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发型，然后还短发的不多了啦。OK 吧，该对都有对啦。安安啊，哎呀呀！嗯，蓝色头发的，蓝色头发的那是很少见哦。蓝色头发啊！哦，我知道会拿武器的可能也就那么一个。丁义零分了，你有头绪吗？我已经直接离开。好废啊，丁义要开始了。哦，到底要不要画画？是不会画漆了。那你的童年也太窄了吧？你又不会七龙珠，又不会。又不会火影忍者，然后你也不会海贼王，你也不会神奇宝贝，你也不会数码宝贝，那叫可怜。啊，不然你挑一个你会的，你有看过什么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哦，懂了懂了，这个一定，这一定是这个，这一定是这个。这一题大家答对率很高，哎，画的不错。来，我长剑起了。开盘吗？来啊，开啊，绿色的嘞，我知道了。龟仙人，哎，龟仙人，我在进化、
七龙珠确实是有那么一点难度。你 Google 准备好了，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嘛。哦，我这个很简单。这一次主题七龙珠应该是非常的简单。怎么选颜色啊？为什么没办法选颜色啊？啊 ，BP 一下 ，BP 一下，这一看就很明显呢 ，OK 吧，丁毅？是。我先给你个机会啊，我先 BP 一下，我先让你赶快中啊。不是你这样谁知道？我这样你还不知道？哦，都已经换成这样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。绿绿的那只嘛，绿绿的那只，等下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是绿绿。绿的那个叫，好，对，对吧？对吧？佛利沙，简单啊，非常的简单。哦，你看你子就答对了嘛。我懂，这我一定会。这你会吗？呀，三先选这一下。艾希登场。哦，不对，应该玩大东嘞！大东真的好好玩哦。这你看得懂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有人对，有人对。我先选角，我先选角。这该不会是那个吧？会自爆那个？我真的好恶心哦！画这种垃圾，画这种垃圾你也爽？哎、欸，还有人没对，就可怜。哎、欸，怎么办、啊？对面是卡玛、欸。我对面组合看起来有点烂嘞、欸。错过了他的回合，感谢鸡蛋先生。不是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画那个角色啊！你这样用这种。哦，用这种谐音的没有办法、欸。那算行。啊，没问题。我等一下 Google 这话说。我、哦、对面组合超烂的、欸。哦，是这个、啊。绿色的。嗯哼。Google 啊，你倒是 Google 啊。那个绿的。绿绿的啊，绿绿的啊。哎，剩你没中了。是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找到了。你找到了吗？沙鲁。是吗？七。这个是中。这个。那个大陆翻译。还敢沙鲁啊。猴子啊，他最一开始是叫做西鲁啦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改的。哦，你很接近的，你很接近的。哦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我冷哦。
魔人普乌，其实普乌也有很多种变种。这是答案哦，卡马克加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吗？不是卡马加，哎、欸，竟然不是卡马加黑人哎、欸，哭啊，我带错了。连点都占，你在干嘛？没戏啊！我还在看下一个人在画什么、啊，蓝色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少一人走。第四阶的超级赛亚人呢、欸？这个很明显呢、欸。不过这个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哎、欸。乌达尔吧，乌达尔，那叫乌达尔吧。乌达尔或超级赛亚人之神吧。嘿，对了，我来看一下这游戏有五十个人的话会发生什么事。有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他把我踢掉了，什么？啊、我刚跳窗，看加入一下你的队伍。丁一大师还在，然后就，是吗？还在、啊。那我怎么回？那我回。我看你还在啊，你已经跳掉了吗？哎，我已经在这个设备上玩。你按房间之类的吧。嗯。我回来。可以啊，开始啊。好，我先来啊。主题是七龙珠。三个字，哎，三个字。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职业吗？啊？他是职业吗？他是一个东西。最主要就是下面的这个东西，它是长这样的。我把它稍微改良一下好了。它也可以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懂了吧？哎、欸，悠悠球，懂了，溜溜球，懂不懂？对啊，可以闪电快打地球自转那个。哎，有人对了，哎，有人对了，有人对了。不是不是，它正式的名词是叫悠悠球。悠悠球，对，悠悠。哎，悠悠。我刚才打悠悠球。哈哈，还敢溜溜球啊？哦，等一下啊，这个，这个，哦。哦，哦，这个难道是卤肉饭？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那我再画一个这个，懂。狗食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酱？哦？毛？毛？哭啊！这是面哦。哦，能不能画正常一点？哎，我牛怎么感觉画过哭？你连牛都不会画、欸，你的牛画像猪哎、欸。没有，你看有人说我会画鬼。
有料吧？直播我感觉刚刚那头牛蛋糕是不是，但我换牛角，我换牛角。哦，哦哈，一个底，然后两条线，上面有两条圈圈，右边有两个方块。这个是冷气是不是？啊？哦，居然有人对嘞！吃的吗？180度。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然后三个圈圈，啊，要边角了，要边角了。哦，可恶！对，哎，对，它是巧克力的。原来那个方块是巧克力的意思。这样怎么还会有人答对啊？不可能啊，这不科学啊！荷包蛋啊！哦哦哦！有人猜到，我对了，我对了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长在土里的，是的，这是长在土里的。是吗？我感觉在骗、嗯，从未骗人。哎、欸，我要选。你去台南的那个土里面挖一挖就会有。你选那地之类的吧。好打扣个魔的。哦，那地真的很恐怖哎。反正选雷欧娜，我觉得雷欧娜不好打。再试一次啊！我们上路走完坦肯奇，这局组合还行。有人对了，哎、欸，这个是球是不是？足球、篮球、水球、沙滩球吗？它有颜色哎、欸，沙滩排球。宝贝球。啊？啊？球？对，它就叫球。它是一个球。我没有办法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它竟然是一个球。哦，这个题目真的很难呢。蛇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蛇呢？我、哦、大家对嘞，我、哦、这个人有水准。这个人以后可以加入我们的专属 DC 群。啊，其实有一些就非常简单的题目，哎，他打一等了，对面一等超强哎。退打一等，小屁罗6个月。我们进场直接没在怕哎。哎、欸，想不到有一个慢的吧？哎、欸，他是真没想到啊！啊，到
谁拿头？谁拿头？赶快啊！哦，太没助。